番刍是什么？番刍是某种动物的一种消化方式。一些食草动物进食后一段时间，由于进食的时候比较匆忙，没有充分的咀嚼食物，会将消化到一半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进行咀嚼，这样有利于它们更好地吸收食物中的养分。